受是不是整体要快一点。太专业了，真的。我一直在跟海国军说个辩词搞事。有那么一个分歧，只愿少点破坏神，只愿和破坏神一起，破坏神占多一点和完全破坏神很复杂的。就是斗不过他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有点轻易就整个挣扎，抬头一看，看到躺，顶个呀，把这人停了啊，啪，这个是破坏神演的，开始。删一下那里，从这儿。没事，再来一次。开始。这一巴掌是为了打死你，让你清醒一点。我们只有合作，才能共赢。不要再说了。OK 啊。各位，没有人的都是虚幻的。你想象这三个画面你是怎么处理的？走往前走，被他撞下来，掉在地上。或者是一开始在这边的画下的，也来两三摊。好，你看三个画面，他不会这样，有点游离，游离感。你的眼神不要那么死，明白了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开始。不要走，就一，不要走。你还挺有临场的感觉的。